大家有没有想过可以在布吉加尤那边买一间房子，工期每个月总共只是1000块左右，而且租金可以收2000多块，可以 cover fully cover 你的租金。OK， 过后他走路3分钟可以到 RT， 2分钟可以到 Bobby Bank， 跟10分钟可以到 Bobby 的布吉加尤。大家有没有兴趣想了解？有了解 ，OK， 我带大家看车喽。Okay, 如果大家想拿来投资在布吉加利啊 ，installment 只是1000块啊，跟租金可以赚2000多块啊，我觉得这个是 OK for 投资，因为它是一间房、一间厕所的一个 package， 不过它也是 public furniture 的。来，我带大家看这里。所以你进到来这边就有一个 yard 哦，你看到的 yard 蛮大的，放点行李还是蛮大的。OK， 过后这边等一下。Wardrobe 上下都是包埋的，丢了背心可以买的，包埋这个布以后，跟这段围楼已经包在里面了的，awesome。所以它的这个是它的皮，这里客厅它包在冷气，丢了背是包埋的冷气。过后这个是它的主楼房，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楼房是蛮大的，放一个双人床还有蛮大的空位的。对这个呢，所以 Wardrobe 呢是已经包在丢了背包在里面的。跟那个冷气，所以多特利可以给你两件冷气，还有这个 wardrobe。说火堆在那边呢，而且呢，有点穿了，火堆的是蛮大的，所以热水器已经包在里面了的，跟其他设备已经包里面了。对，它是附套的。OK， 这间是400多房车，所以最好是拿来投资的，因为他们租金在这一带的租金可以租到大概2000块左右。所以它的工期只是1600到1700块左右吧。OK， 这一期是我们介绍来佛投资的小间房间的，下一期我会介绍一个比较大间的佛 family 住的，比较适合的。OK， 谢谢大家。